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个泽拓科技，我们是一个初创公司做的产品，叫做 KunlunDB， 是一个分布式数据库，主打 TP 场景，也支持这些 AP 产品分析这么一个产品。我们的这个数据统筹方案，包括机房内跨集群、多云等等。 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产品架构、核心技术，然后这个理论化就是一般化的讲一下，说数据库系统对于这个云计算的这种服务化的这种价值，因为今天大家讲的主要的是讲说这个对吧 K8s 啊，使用 K8s 技术，然后使用这个容器怎么样做这种服务的这种调度啊、监控啊、实时去拉起啊。 等等，那么这些灵活性为什么在云的环境下能够做到这些灵活性？其实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基础，就是这个数据库系统的这种高可用的能力。也就是说，当很多这个服务在各个地方拉起的时候，它数据还在，这一点其实是一个有很大难度的事情。因为这个数据量会很大，等下会详细介绍到。然后会介绍我们KunlunDB的这个高可用机制，包括这种还有多机房的高可用，还有这个。 容器化的一些展望，对。那么KunlunDB呢是一个这种支持这种弹性伸缩的分布式数据库，我们把这个数据呢，把这个数据让用户以表为单位做这个切分，比如说用户可以定义一些分区表，然后这个分区表呢，我们KunlunDB就会把它放到不同的这个集群的这个分片上面去，然后呢。 这些分片呢，我们集群可以按需的去搬动这分片。比如说一开始你有两个数据分片，看右边那个图，那么这个图里面有三个这个我们叫 shard， 子都是 shard， 就存数据分片吧，中文叫。然后呢，这个三个这个 shard， 然后呢，可能你后来又加了两个，变成五个了，或者又加了十个等等。总之就是说，你可以按需增加这个 shard 来增加存储的空间以及增加计算能力。同样，你也可以增加这个计算节点来增加这种查询处理能力，因为我们还支持这种。 A.P. 的这些查询的这种分析的能力，所以比如说可能有些场景下你的计算负载比较重，你就可以增加一些专门的节点做这种查询分析。我们也支持这种读写分离，这样的话这些查询分析节点它就从这个这些 shard 的背机节点去读数据，所以不影响主机的这个写入。那这些是数据库的一些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些这个核心能力吧。 然后可能你比如说你后来数据量大了，业务增长负载提高了，然后呢，你就加了一些 shard， 然后你就可以 DBA 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呢，就让系统把它搬一部分到这个其他的新增的 shard 上，就是弹性伸缩。然后呢，这个我们支持这个金融级高可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机器它可能有一定的概率会发生故障，包括这个需要维保，包括这个不小心可能断电了之类的。 那么在发生这些状况的情况下呢，我们能够确保这个数据呢不丢不乱，然后呢业务持续运行 ，RTO 小于30秒，比如说主机点刚好我就有点挂了，那么能够及时发现并且发生这个做这个自动的准备切换，这样不需要人去介入，马上就可以在30秒以内继续运行，持续提供读写服务。我们也支持这种这个。 叫做多机房的高可用，等一下会讲到，还有同城异地双活，然后包括我们也支持有这种极致的这种数据安全保障能力。那么今天主要重点讲的就是这个高可用，就是红色的部分。然后呢，我们目前KunlunDB是支持一部分，就是基本的这个 K8s 这种容器化部署，那个主要是有个别组件，由于它使用了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开源的组件，然后呢。 那些组件它不支持容器的，就是这种域名的，就是它必须使用 IP 地址等等，反正一些小技术细节导致目前还有一些部分的组件，就主要是 Plus Manager， 等下会介绍到，然后还不支持这个容器化。那总之是说，但是说我们后面会去把这些都做全了。然后 HTAP 呢，是我们另外一个能力，就是这个叫数据分析的能力。那么这块能力呢，就是让用户能够这个。 做这种分析类查询，用我们最新的这种 TP 的业务数据来做分析。
提供这种最及时的这种数据分析，分析最新的数据。然后我们支持这个 MySQL PG 两种协议、两种 SQL 语法。这样的话，如果你的程序原先使用的是 MySQL 或者 Postgres， 那你不需要任何修改，直接能够使用 KunlunDB 来工作。但是这时候原先你用的是单机，你现在变成分布式的，就可以弹性伸缩，就可以有很好的高可用能力。对，这是我们的一些核心能力。OK， 然后呢，咱们介绍一下，就是说。 这个数据库系统对于这些云服务化的这种价值啊，就是比如说在云的环境下，大家希望达到一种就是说服务可以就是说随时做这种迁移啊这种灵活性。那么现在借助 K8s 借助这种容器化的技术啊做得非常好，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发现比如说故障某服务节点故障然后迁移或者是做这个弹性伸缩对吧，增加更多的服务节点来扩展这个计算能力。 那其实包括这种多机房，对吧？这个同时提供这种多机房的这种高可用能力、服务的这种伸缩能力，那这都是非常好的技术。那其实这一套技术里头呢，这些服务呢，其实它很多时候是需要使用数据库系统的，所以呢，其实数据库系统在这里头提供了一个基础的一种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服务它需要在本地的这个机房有数据，因为这个服务和数据还不能离得太远。假设它是跨机房的。 性能就延时就会增大，如果是到跨城了，那个延时就非常大。事实上就是一般不会那么去用。那么，所以呢，就需要什么呢？其实数据库系统提供了一种基础的能力。那么也就是数据库系统也要去，比如说要在多个机房上有多份的数据，这些服务才上传服务才能够迁到那些机房，否则它迁过去以后没有数据了，然后跨机房读写数据那就太慢了。当然有些服务它是不依赖数据库的，那就非常灵活。 但是说也确实有很多服务，它是依赖于使用数据库，对吧？这个微服务呀，各种这个现在是很多这种场景，很多都是用微服务来做。那么这个就是通常是依赖于数据库的这很多服务。所以呢，大家会发现说这个其实这个数据库系统它的这种跨机房的能力，这种跨机房的多机房的高可用性，其实对于上层这些服务的这种灵活性、灵活的迁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说这个计算和数据的高可用，首先是说这个他们的这个数据量，对吧？计算的话，比如说这些这些服务，它是以这种程序的文，其实本身就是程序文件，对吧？在比如说我们把它放到各个机房都有。 那么就可以用，比如它是以容器的形式存在的，那么各个机房都放着就可以，而且这个迁移它这个数据量比较小，因为它这个容器一般数据量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数据呢，它是一个很多时候是数据量非常大，数百 GB 是常见的，那个几十 GB 也非常常见，然后达到 TB 也是很多的，那么这时候会发现说，如果这么大量数据，它没法跟着那个计算，就是没法跟着那些程序，相当于是文件一起去迁。 数据量太大，这个重量比较大，所以呢，这是就是一个区别。还有一个区别什么呢？数据它是变的，就是在业务运行当中，这个程序文件，这个程序逻辑它是不变的，对吧？它以容器的形式存在，或者以什么形式，它基本是不用变的。但是呢，那个数据是变的，那个数据的话，比如说关系数据库里，它那个数据，经常在业务运行当中，它就在修改，那这是一个区别。 这种区别导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需要持续把这些变化的数据它的变化传到这个多机房多份数据上，才能够让这个上层的容器能够随时往过迁，迁过去以后就有立刻有最新的数据。所以这块其实数据库系统提供这种基础的能力。所以呢，相应的这个就是说由于这些异同吧，导致说这个计算和数据的这个高可用策略不一样，要计算的话就是随时去拉起服务对吧？有 KVS 这些集群的这种基础能力就已经做得非常完善了，但是数据这块它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数据量通常会比较大，没法到处随时就随时跑，随时就秒级就切了，所以必须什么呢？比如说有多份数据，这各个机房呀，各个这个可用区域啊，或者说包括混合用的话，这个私有的这个机房都有数据量公用，有时候也要有。总之就是，如果你到用的时候才往过迁，你会发现可能要好几分钟，甚至是个把小时，就来不及了。所以呢，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呢，就是这个数据库的云服务啊，是这个云计算的这种基础能力，能够确保说随时拉起，或者就是说，比如说单可用区域、跨可用区域，或者是叫多云、多机房混合云这些，反正就是数据的，你希望你的服务在哪里都可以，跑起来的话，那个地方如果它依赖于这些数据库的话，那个地方肯定得有数据。
否则的话这个服务起来它没有数据，所以这个是一个挺有趣的一点吧，就是下面就讲一下是我们昆仑贝斯的集群，我们是怎么提供这种刚刚讲的这些高可能。其实我们有两套方案，一种是基于容器 K8S 这种方案，大家会讲，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我们目前花了挺多精力和时间做的一种，相当于是自己做了一套这个做这些服务的监控呀，服务的这种节点的拉起呀，做这个集群的高可用呀，确保其实目标就是确保达到的目标其实和 KPS 比较像，就是确保服务持续的在运行，然后哪里如果节点当了就给它拉起来，只不过对于数据库它复杂的是说你还得确保这个数据它的一致性，你拉起来以后那个数据它得是对的不能有丢失啊损失啊这些，所以复杂性就更大一些。所以呢相应的就有这么些组件，这些组件具体干啥其实大家也不用去仔细看，反正就是这些组件确保的就是刚刚讲的这些目标。那么总的来说这个流程就是说一开始先把这个服务器用我们这套工具把它初始化了，初始化以后呢这些机器上每一个就都有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我们自己的这些组件和模块程序文件或者是刀口镜像，然后呢这个后续我们就有一个管理工具也支持这种 API Class Manager API， 用这种管理工具叫 Xpanel， 你可以用点鼠标的方式去随意的创建集群，在你刚才初始化过的这些机器上，你也可以调 Class Manager API 去创建集群等等，这后续的事情就非常自动化了，所以是这样一个工作机制。然后呢我们这个高可用分好几部分，第一部分最基本的就是个集群内的这个高可用，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 full sync 就确保说这个刚才讲的这种 SHA 的这个右边这个图，这个 SHA 的你看它这个主和被，主是数据都是写入到主上，计算节点把用户的数据先做了这个就是查询处理，比如说你做了 update delete 的这些操作，它会送到这个存储节点上来执行，经过拆分，比如说你 update 的一个表可能某个条件下匹配了好多行，它是放在不同的 SHA 上，那么计算节点经过处理以后就会发到各自的那个 SHA 上发那个针对性的语句去更新相应的数据，就这个例子。那总之就是发下来的语句呢主节点上先执行，然后把 plog 传到备机，那么我们这个 full sync 就确保说这个备机上呀每次任何事物提交它都有这个主机上全部的这个 plog， 这样的话一旦主节点消失了坏掉了，那么主备切换我们会自动发现这个状况，然后做主备切换，那么呢新的主节点上就有刚才全部的这些数据更新，就不会损失这个丢失这个数据，这就是 full sync。 然后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就达到刚刚讲的说30秒内完成这种切换而且不丢失数据，就 RPO 等于0， RTO 小于30秒的意思。那么和这个社区版的 MySQL 比起来的话不管是在性能上还是在这种可靠性的级别上都可以做得更好，那这块呢就不细展开了，我们官网上有一些这种当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有兴趣的话。然后呢这个 full sync HA 就是刚刚讲的说能够监测主节点健康状况，然后自动做这个选主主备切换，目标就是确保主节点呢它是持续在提供服务的。那然后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多机房的高可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这个 KunlunDB 的集群呢能够部署到多个机房上，那这个机房在语音的环境下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把可用区看作是机房，它是一个本质上其实是一件事，只是这个术语不同。那总的来说多机房达到高可用意思就是假设一个机房或者一个可用区整体消失了的时候，那么这个集群仍然能够提供服务，这就是一个更高级别的一个高可用能力。那么怎么做呢，其实就是把这个集群的每一个这个 SHA 的刚刚讲的 storage SHA 的每一个 SHA 的部署到这么多个机房上，这里可以看到说这里有这个一个是这是其中一个 SHA 的布置，那么一个集群它有多个 SHA， 那么每一个都是这么布置的，那它是怎么布置呢，就是这个其实主机房主城的主机房上呢它有一个这个主节点，然后呢主城的这个主机房也有一个备节点，这个都是做 full sync 复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主上的任何事物提交在备上一定是收到了，主才会告诉客户端说这个事物提交成功了，这个意思。那么告诉了客户端说事务提交成功以后呢，这笔事务那么数据库系统才有义务有责任保证它不会丢失，是这意思。所以呢这个 full sync 的这种备呢就是在每个机房都有这么每一个这个主城的备机房都放一个，这样的话呢确保
如果这个主程的主机房挂了，整体挂了，那么我们系统能够自动的切换这个主机房，切换到主程的某个备选的主机房，这样的话，那么集群整体仍然是在提供服务的，提供多选能力的，而且呢不会丢失数据。然后呢就是这个另一种情况，就是假设主程整体好几个机房同时都坏了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其实是不会发生的啊，就是说几乎不会发生，概率极其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很多这些其实实际的部署当中，通常就是所谓的同城啊两机房啊这样就也就够了。那么除非一些比如说金融啊什么有非常高的这个可靠性要求，才会有这个异地啊也要搞一个机房。由于异地这个延时很大，就不能启用强同步，否则的话这个事务处理的性能就会大大降低，那么只能是异步的。那异步的就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这个假设主城这些机房同时都消失了，那么这个备用的备乘的这个机房，它可能就会丢失一些数据，那这是不得不是这样的。那么意味着就那种情况下就需要人工介入，因为可能那个备上它就没有收到全部的这个主的这个数据啊。那总之就是这些是极低概率事件了。那么我们在这种布置下，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其他组件像计算节点，那这个计算节点其实就是在每个机房都放一份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切换到哪个机房做主机房，那么相应的使用那个机房的计算节点。那还有像这些管理节点 class manager node manager， 这些就是每个机房都有，所以呢就切换到哪里就使用哪个机房的。同时这 class manager 它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高可用集群，这里的一些技术细节就不展开。总之就是说class manager 也能，我们这个管理集群也能确保它自己是高可用的，然后呢，它在机房挂掉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说，我们目前这种方案的一些不符，就是说，就是主要是这个什么呢？主要是这个对，这也是我们以后可能会改进的一个方向，主要是在云这种环境下的一种。就是其实我们这个高可用方案呢，我们所有这些高可用技术其实是面向的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就是部署在没有部署在云环境，不使用这个云的这种分布式文件系统的这种场景，而是说数据库系统自己负责高可用，自己负责这个弹性伸缩。那假设说现在咱们想把 KunlunDB 部署到这个云的环境，比如说公有云，我们现在 KunlunDB 也在阿里云上。你可以在阿里云的市场上买这个 KunlunDB 服务，那这种云环境下啊部署 KunlunDB， 那其实当然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它向上提供的也是这个 POSIX API， 所有调用它都是支持的，所以程序其实自己感觉不到的时候用的是本地的文件系统还是这个云的。所以但是呢它有一个就是说由于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本来它就是多备份的，对吧？每个块它备份了几遍，至少三遍，三副本。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主头备呢又备份了三副本，所以呢，这时候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数据，这个存储空间就会比较大。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会以后会做一个纯粹的、完全的这个基于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云上的分布式文件系统来做一种这个另外的一种产品或者技术。然后呢，包括这个节点的这个迁移，假设说，意思就是说，假设这个，在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我们现在这种方案就是不依赖分布式文件系统的情况下，假设我要把这个一些数据从一个弄到另一个上面去，那这时候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假设你这个表有一个 TB， 那这时候你把它搬过去是需要花一个时间的。虽然说在搬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这个表还是能用的，其实还是能读写的。但毕竟的话，这个会传输的数据会比较多一些，这是一个小小的美中不足。当然，其实用分布式文件系统，它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就是只不过是说那个搬的过程是在持续的搬，每块页对吧？新增了一个页，它又复制三遍，这个搬三份，只不过它是持续的在搬。而这种我们这种搬是在需要搬的时候一次性搬，所以有这个区别。然后就是这个对这句话的意思，就公有云上的。没有发挥出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多副本的能力，其实意思就是说，其实那个没有使用它这个多副本能力，那么我们自己又做了三份，是这意思，就是变成九份了。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后续就是说相当于是会为这个公有云做一套完全云上 cloud native 的一种新的技术。那么我同样另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开发工作量，对吧，我们有使用 K8s 而是自己做了一套这种完全的针对我们这个产品的高考，这样意味着就是这个使用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开发这两个模块 Node Manager Class Manager。那么假设是完全使用这个容器化用 K8s 的话，就不用做这些开发了。当然了，我们这么做的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定制自己需求，而且我们不需要东西，我们也不用做，我们只实现自己需要的这些功能就够了。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在公有云上，昆仑科技现在是可以正常工作，完全可以工作。然后呢，但是有一些这种美中不足，包括存储空间占用偏大呀，包括我们那个开发了一些额外的模块呀。当然这些模块在如果是在云下私有部署的话是必须得有的，因为假设说没有那个 K8s 这些环境的话，那么就得有这么一套这种能够把节点能够随时拉起，对吧，发现它状况，然后要包括做准备切换等等。另一块其实就是使用 K8s 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真要做准备切换的话，用 K8s 该怎么做，因为那块它是通用的，那么其实 K8s 自己应该是不知道说怎么帮数据库系统做准备切换的，这块怎么样把这块定制的逻辑就是能够如果一种 plugin 的模式注入到 K8s 的这个流程当中，那么有这套机制，我们其实才能够用 K8s 做一个完全 cloud native 的一种高可用技术产品。对，总之这是一些我们的展望。那么对，这个就是刚才有一些有讲到，那么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说以后会做一种完全使用 K8s 的这种高可用技术，完全 K8s 加容器，这样的话这个就完全相当于和云的这种生态基础设施绑起来这个做成一种变成一种 cloud native 的模式，这种模式下可能我的这块高可用的机制会做得更简单一些，开发工作量也小了很多。然后这个就是包括存储的份数，刚才讲的是3×3=9份，那么在这种模式下就完全使用云分布式文件系统本身的高可用能力，我们就不用在数据库系统这个层面再做一遍高可用了，那就是数据多份了。对，挑战就是对这块其实我刚才有讲到了。那其实现在看来的话，今天大家讲 K8s 这些刚才前面几位嘉宾分享的都特别好，就是说讲了 K8s 各种用法。我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前面他们已经都有讲，好像特别是最后一条应该是有讲，前面有讲的。然后像这个前面这些关于数据的部分，数据的这种一致性这块是我们单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 K8s 其实是帮不到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些逻辑算法能够以插件的形式注入到 K8s 流程才行。这块的话，我们以后还要看一下怎么做。对，这个是我们的产品的公众号，欢迎大家关注，然后相关的技术。然后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社区小编的微信号，可以加，欢迎大家加上它，然后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社区的有这些很多技术这种讨论群，平常就是交流这些数据库系统相关的技术。包括 MySQL 包括 PG 都有，就是包括就是更主要的就是关于我们 KunlunDB 的这种使用相关的技术日常我们每周也在做线上的 Meetup 这些都有，在我们的群里都有这些相关的通知材料所以欢迎大家关注，然后扫码进群你加这个小编，然后让他把你拉到群里就可以了。我就讲完了，大家如果谁有疑问欢迎交流。迫不及待。你好，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份位置对于那个因为是数据沙丁分店嘛当你的这个3×3如果说我有6个节点7个节点或者是10几个节点之后，你就是分店当数据查询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个热点的问题我想问问那个第一个就是热点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数据库的执行计划的问题，咱们现在是否可以支持执行计划的绑定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分位的是否支持这个列车首先现在还不支持列车存储然后那个热点怎么解决，就是由于数据是分片存储的，你说的热点可能是说假设某一个表所有的这个流量都来到这同一个表了，对吧，它是一个热点，
是吧？然后该怎么办？而且你的数据分布的话，比如说我是三乘三，3个三个分布本，然后那我差距会集中在这三个节点上。那么数据流的话，还有若干分布的话，都会集中在这三个节点上。所以说这块应该也是个问题。如果说你能把数据打散，比如说这张表，我不集中的存放在这三个节点上，我可以人为的并有一些 customization 的这种指定，然后可以存放在不同的这种数据节点上，那就可以把这个表的整个数据打散。对，所以我们支持的这个数据分片是怎么做的呢？就是 DBA 需要那个做这个表的这个分片，它需要根据这个，比如说我是一个订单的表，对吧？我可能根据订单的 ID 做一个 hash， 把它拆成多少片，然后放到对应扇子上。假设说我这个假设 DBA 是这个用法不当，然后呢，它把一个比如说非常常用的一个小表，然后只放到同一个某一个扇子上，导致它变成一个热点，那说明这个时候它需要改这个算法。我们支持一个 repartition 的功能。这种类似的参数或者是可以。对，能够调整。也就是假设一开始没有设置好，或者忘记去做这个表的这个分片了，导致说后来发现这种不合适，我们有个功能说让它能够随时的去改这个分片的方式，然后而且这个我们叫 repartition， online DDL repartition， 什么意思呢？不光能做 repartition， 还能做 online DDL。比如说你想对这个表，比如说加个列，改一些数据类型，列的数据类型，或者说再删个列，或者调整列的顺序，你可以一次性的把你想要的新表建好，然后呢？调用这个功能，一次性就把这个表搬过去了，而且搬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表是持续可以读写的。那么这种就是用于帮 DBA 解决这种说，哎，这个可能业务的需求变了，或者说一开始设计不够良好，然后这个，或者是业务的规模在持续增大，一开始没有想到啊，后来它变成热点了之类的情况，随时可以按需去调整这个表的这个分片呀、定义呀，这个都是可以的。都是自动化的，而且不停服，不影响原来那个表的那个读写。还有一个小问题是那个时间计划的绑定问题，是咱们现在是支持的。你说的时间计划绑定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我们当时确实做查询，我们在计算机里做完整的查询优化流程解析，然后优化。就是数据过程中会有一些 CDY 给我的一些自己的一些逻辑去更新时间计划，但是有时候它采的这个，比如说采样或者怎么样，采的数据不一定准确，但它生成的技术支撑计划不一定比之前的执行计划就好。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人为的去指定一个执行计划的它其实可以规定让它就跑这个我的指定的这个首先是这么做的话，肯定就是你说这种方法它和这种说使用 hint 有类似的缺点，就是你这种就是你要在那个应用程你真要这么做，你会发现你要改应用代码，你要在代码里头加一些 hint 呀，加一些你刚才说的绑定的那种调用或者是机制，那么这它是不是一种很好的方案。我目前也不支持这种方式，但是说那个我们支持，比如说 prepare statement， 就它优化好以后可以反复用这个长期化很多次。不好意思。然后那个但是我们并不支持说它去选说我用哪一个计划，因为这个事情在实际生产线当中你发现没法用，因为它是在不断的在运行当中的，对不对？你如果还需要再改那个。在连接里头改那个程序的改连接的状态是不好操作的，就实际上这个方法其实不太实用，它可能适用于就是说 DBA 后台去它发起某个查询，然后它发起了多次的时候它去修改，但在业务系统连上来，然后它去你让它这么做其实是不合适，因为你真的有很多人工介入的东西，它这个业务程序代码没办法就是把这些东西实现在业务逻辑里面，对不对？实际上这种方式其实是并不实用的，所以如果说查询优化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应该我们会去改进这个查询优化这条逻辑，去把这个比如说把这个统计信息弄得更准确比如说我们现在查询优化，我们也支持把这个存储这个 SHA 的上面的这个统计信息汇聚到这个计算节点，以便呢计算节点有准确的这个关于下面所有表的这个统计信息，它以便能够产生准确的查询计划我们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查询计划不够好的问题，或者说甚至是说是不是我们这个目前的查询优化的某些那些关键的参数是设定不合理，总之我们是通过改进这个程序软件本身来做这事，而不是说把这个负担推给用户，因为其实用户让用户的生产系统当中去那么改实际上是没法用的。
包括那个 hint， 其实 hint 有个问题是什么呢？随着你这个数据的变化，你发现原先管用的 hint 后来不管用了。比如说你要求它啊，我必须这么着引，或者一个这个特指定的顺序，那可能随着你的表的数据量的增加或者减少，或者说它的里面行的那个分布的变化，然后比如说某些那个值，它的数量越来越多，它这个数据不是平均分布，它有这个所谓的偏斜啊，就会导致什么？原先好用的条计划后来就不好用了，变慢了之类的，或者说原来慢的，后来它突然又变快了，所以这个时候都是查询优化器本身做的不够好的问题，所以得改这个自己的这个产品的实现去优化。好的，下一个是我们的安全。那我感谢赵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大家。然后大家那个进到我们的群里，可以加我微信交流。谢谢。接下来是来自联想的张文杰老师给我们分享与原生在企业内的技术战略。大家好。